这是。女皇陛下要成婚了，男女都第一大喜事儿，当然要好好筹划一下了。成婚？哎呀，不知道谁这么惨，要娶个母夜叉回家。雪景空，婚姻之约，应该我来提才是。我不管，我是女皇，天下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。 真是霸道。所以呢，你就只要负责貌美如花就可以了。是是是，微臣三生有幸。 化身诀能代替阿彻，吸取我身上多余的化身灵力，可把阿彻平安。但我的灵力增长过快，连化身诀也容纳不了。阿彻，我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。我们如此努力，却终究不是化身的敌手。 少了，这么长部队怎么可能买得到？撤过了！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来，哎，撤撤啊！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就来啊！哎，我的丽华丝呢？啊，我的丽华丝去哪儿了？啊！ 吃慢点，小心烫。嗯，吃这么一整盘可不容易。你贵为羽皇，一声令下，什么没有，何况是一盘小小的梨花酥？那怎么能一样？这是你给我抢的。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我可以帮你一一实现。那么着急干嘛？我们又不赶时间。不过有件事可以例外。 你说，你去跟那些学生说一下，让他们叫我一声师娘。你得跟他们说清楚，师娘可不是师傅的娘。遵命。 等一定彻查此事，将散布谣言者法办。谣言止于智者。金翼出，女皇现，这前六个字已经实现。那七星落，男女灭了，会不会也是真的？七星灯现在供奉在天空城大殿上。七星落，也就是天空城坠落。 怎么可能？这些都是当年空桑编出来骗人的。就是，你身为金翼女皇，继位本来就是天命所归，又怎么会导致男女多的灭亡呢？我们做好本分，但求问心无愧。嗯。陛下还是准备大婚要紧，不必在意这些谣言。
就这个吧，夫子穿一定好看。是。